哎、欸，白酒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吃牛排啊！吃什么牛排？超高级的比尔比夫。比尔比夫的哦。啊，等一下吃多少？哇塞！有没有找战友？战友谁？战友在后面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战友。哎、欸，好黑哦。战友，谁卡漏机嘞？他在 play game。我们去吃比尔比夫咯。OK， 拜拜。拜。你这个来一道一道来是分量很高，会第一道就出来。对，我们分量的部分多一些小分量。就是说我吃完这十道之后再加。对，或者是中途有喜欢吃到的都可以直接跟我。加点也是小分量。会依照你的分量，假如说你要刚刚的分量也可以，你要再加一份。熟成米粒，它几月几号熟？哇哦！哦，这是炸香蕉。你去那边拍的，人家去干。我先拍一下炸香蕉呗。炸香蕉没什么好拍的。炸香蕉，无辜的炸香蕉。这是什么部位的肉？这块是带骨的，有的。大骨有的，它是干式的带骨。有啦。哎，你有看过吗？等下这边帮你介绍。带骨热饮，它烤的比较深一点，待会吃起来会非常的软嫩。啊，中间两块是我们的带骨牛小排，因为带骨牛小排它油花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把它烤到全熟。上面淋的是我们自制的红酱，待会搭配着牛肉一起吃，清爽而不油腻。最后两块是我们的嫩煎里脊，它中间带着一层薄薄的筋，待会吃起来会非常的有嚼劲哦。好，谢谢。干式板腱、湿式板腱、后腰上盖，吃。巴西手臂，第一块是干式熟成的菲力，好，干式菲力。接下来第二块是湿式熟成的菲力，湿式菲力。其实你看它那个横切面，你就感觉不一样。干式的那个外面好像有一层膜的那种感觉，芝士就没有那个膜，它就直接是肉，会有东西出来。第一块干式牛肉片，干式牛肉片。第二块干式的后腰上盖，后腰上盖。刚刚第一波出的它是湿式，那这一块换的是干式。猪、鲑鱼、哎呀，樱桃鸭胸。后腰上盖，后腰上盖，这是牛约克，干式菲力，湿式菲力。